这边有帮大家准备一个即时的互动白板哦，你可以进到这个网址，这个网址很好记，在这里，我把它复制起来。复制网址，好，在这边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就刚好是今天的日期，对不对？短指这个应该这样比较好记吧？居居点居居，然后就今天日期 dash 零一就好了。好，这个网址是免费的、啊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进到这网站，我部落格上有写文章介绍一下，你可以制定网址，因为一般短指大部分都很难记嘛。还有分大小写，这样是折磨人嘛？好啊，你这个就可以自己制定。那当然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？每个网址都只有唯一独立的、啊，万一你今天被用走了，就是就要用别人的、啊、哈。所以这个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进到这个网站，gg.gg。只要把你的网址打进去，重点呢在下面这边。这个要勾起来，你就可以制定网址。好，当然别人用走的就他会告诉你，这样就可以产生哈。这是额外跟大家补充一下。那我们回到这边来，即时互动白板在这边。好，在这里，哎，你看这么多人进来了有没有？已经有五位同学进来了，各位不用担心，每个人都是匿名的。好，有一个水獭，哇，这个叫鸬鹚嘛，然后袋熊、地鼠。哎，你进来之后，每个都匿名的。好，那你有问题的话呢？这个你就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最简单，你可以打字嘛，你可以按一下。我有问题，你可以用打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水太要跟我在抢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哎，大家是即时互动的哦，你会看到我，我会看到你哦。好，好，那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，你可以用什么？你觉得我用这样不方便，你可以用图形的，也可以来这边，这里有一个涂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三角形？按下去下面有个涂鸦，好，因为有的人用画的比较好，比较厉害呀、啊，对不？哎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哎，已经有人在帮我选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我把它框起来。这样你看有没有，你就会看到别人有人帮我删掉了嘛，删别人，哎，也可以删别人，你这样才知道，总共14个同学进来，每个都匿名的。再来呢，如果你是画面有问题，比如说啊，我刚刚这里不知道怎么变成中文，你可以把你的画面抓下来，像我在这边，我就抓我的画面，我把它复制起来，我就来这边直接贴上。有没有贴进来了？所以如果你是画面有问题的，你也可以像这样贴进来，也是 OK， 好吧？好，所以待会呢，如果你不好意思问我，我也会随时来这边看一下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了哈，这个即时互动白板啊，各位不用担心要不要插白板的问题，嘿，我会处理，因为呢，我可以随时回到过去哈。虽然它已经多了两个眼圈，有没有？你以为我没有看到？你可以从这里哈来，我把你这个版本记录下来。这是第一个版本，好，我就随时回到过去就好了。来，回到这里，这样有没有回到我原本版本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老师有这个就不用插板插了，而且同学画的我都会记下来。这样了解，可以了哈。事实上这个是叫什么 ？Google 绘图。很好用啊，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用啊，只是平常大家都没有不屑一顾啊，都认为他是小画家而已、啊。但是小画家拿来当白板就很好用了、啊。OK 了哈，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，可以在这边。